近日，苏有朋做客一档综艺节目，为即将上映的新片《杀生》宣传。令他大感意外的是，好朋友吴奇隆当天也神秘亮相。事后，吴奇隆才爆料，为了给老友制造惊喜，他整整一天不敢更新微博，就怕泄露了自己的行踪。今天到长沙见老朋友，因为是保密行程，所以今天一天不敢更新微博，抱歉抱歉。苏有朋要好好的照顾身体，坚持理想，加油！期待下次再见。娱乐新天地，蔡怡、夏嘉文综合报道。